手放开，旋转的轻盈裙摆，跳跃在闪耀舞台，鲜花会在掌声中如雨盛开。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勇敢说出心中对梦的期待，相信踮起脚尖能触碰心海。你怎么不吃啊？我不是很饿。来，谢谢。凌晨，嗯，你是不是决定退出比赛啊？嗯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小春，我从小就跟我妈专攻古典芭蕾，这舞蹈动作的一招一式还有标准到位的复刻才是最好的，但是我在这现代芭蕾当中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启发，包括你，你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和动力，我这样才找到了我的舞蹈方向。所以你千万不要担心，我非常清楚我自己到底在做什么。可是这个比赛真的很重要，你如果现在退出的话，就相当于放弃很多荣誉和机会。你之前不是跟我说过吗？这舞蹈最重要就是一定要有热情。你看，我之前在古典芭蕾当中，就像是一个没有感情且被困在里面的人一样，是你把我拯救出来的。是，我是想帮你找到对舞蹈的热情，但是我不想成为你前途的阻碍。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是不是我妈找你了？没有，我真是这么想的。我希望你能回去继续参加比赛。我不去。凌晨，我说了我不去，吃饭。你能不能别耍小孩子脾气啊？太搞笑了。哎呦，脱单了就是不一样啊，吃的都比我们好，还有鸡腿呢。老黄，别瞎说。哎，这排骨不错啊，今天，啊，快吃啊！怎么着，你家凌晨有新朋友了？不天天跟你待一块儿，不习惯了吧？他这就是在浪费时间而已。你呀，就是嘴硬，你说多少年你也改不了。行了，赶紧吃吧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嗯。我。你先说。那我先说了。嗯。我真的觉得这次比赛特别重要，是一次很好的机会，所以我不希望你那么快做决定，有可能你就可以一舞成名，走向更广阔的世界。说完了？嗯。那到我说了，我答应你，我回去之后再好好想一想再做决定。但是小春，你一定要记住，你从来就不是我前途的阻碍，反倒是因为你，我更期待我的未来。感动了？我嗯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哎，刚刚的太短了。
早点回去休息。嗯，我回去啦。不错，回去啊，多练，记熟了。谢谢老师。下一位，小布，你的选题是什么？我，老师，我还没想好。你是没想好呢，还是压根儿就没想啊？小布，最近你是不是有点太放飞自我了？回去给我好好想，下节课给大家展示。知道了，老师。下一个。凌晨怎么还没来啊？可能去参加国八集训了吧。好，看得出想法很好，但很多细节还需要打磨。好的。林老师。哎，凌晨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跟于老师去封闭训练了吗？我想清楚了，我想要跳的舞蹈就在这里。老师，我可以跳我的选题吗？好啊，老师欢迎啊，你跳什么都可以。我要跳的是困顿与挣扎，代表着我最近的状态，但这个舞也需要我三位伙伴和我一起完成。来，展示给大家看看。来，真不错啊。哎，主任，技术和意境也都很不错。我刚刚看了一会儿，刚刚那个舞蹈有点出乎意料。林老师，我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，所以接下来就按照你们的想法去做吧，替代你们的慧眼。不过林晨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比赛那边的训练呢？主任，我会跟于老师解释的。至于参赛的事，本来就不是我的意愿。我最想要做的事情，还是和大家一起完成这次舞蹈汇演。你可得想好了，这次参赛的机会特别难得，确定就这样放弃了吗？嗯。走吧，走。凌晨。怎么了？什么事儿，曼曼？你确定不去比赛了？嗯，我都已经想好了。这个比赛很重要。全校就只有一个名额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。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轻易浪费的是别人得不到的机会。可能每个人想要的都不一样罢了。走了。哎，正好啊，你还没走。干嘛？你语气这么冲干嘛呀？我又没惹你。什么事儿？哎呀，算了，那个我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，请。一脸狗腿呀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嗯，林老师他让我教现代舞选题，我就想吧，要不我们俩在一起排个节目呗。我们？你确定？我确定啊，弥补一下上次的遗憾嘛。选题我都想好了，既符合你高贵典雅的气质，
又符合我放荡不羁的灵魂。就是美女野兽啊，怎么样？那咱俩谁是美女，谁是野兽啊？那还用说吗？美女不就站在我面前吗？不对，得倒过来才有意思。啊？怎么样？可以的。愣什么？快给我看看你的美女。好啊，看好了。美吗？太美了，你就是真正的美女。哎，你就答应我呗。啊，让我想想吧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旧伤复发了吗？要不再去医院看一下？没事儿。你的脚踝又肿了，来，我带你去医院。我说了没事儿。你看，真的没事儿，我可以继续。你自己继续吧，我可不敢再跳了。啊，我的脚很快就好了，我马上就能跳舞了。你不但要跳舞，还要跳得比以前更好，把上次丢的人和掌声想办法赢回来。你就是怕我跳不了舞了，你的愿望就落空了。要不是当年意外怀孕有了你，我也不至于放弃舞台啊。所以曼曼，你不是一个人在跳舞，你可不能让妈妈失望啊。喂，于老师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，我想代表学校去参加国际芭蕾舞大赛。停！你们跳的什么呀？啊！我都纳闷你们怎么配合的，怎么训练的，呼吸不流畅，重心也不稳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去，到那边给我练气息去。你们也没好到哪儿去。于老师，你有什么事儿啊？啊，我刚从系里开完会，过来宣布一下结果。啊。于曼曼同学作为我们学校的代表。参加国际大学生芭蕾舞大赛，从今天开始就要跟着我封闭训练了。选于曼曼毋庸置疑，她是我们系里最好的学生，各方面都是。于曼曼，学校给了你这次机会就是对你的肯定，你一定要好好把握这次机会。嗯，谢谢学校给我的机会。你脚能行？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老师，咱们什么时候开始？现在就开始，你收拾东西吧。好。等等，妈妈，你脚踝能恢复训练吗？没问题的，老师，我可以的。好。
于老师，我觉得你还是跟于曼曼的父母沟通一下她脚踝伤势的事儿吧。我会的，放心吧。好，今天就到这儿，你们回去各自练习，下节课我抽查。下课。行了行了，你们仨别练了。凌晨、石小春，你们俩过来一下。对。说说吧，今天你们俩到底怎么了？老师，都是我的问题，是我没能控制住自己。林老师，是我没有配合好他。行了行了，这是在教室呢，严肃点。还有林老师，我发现这个现代舞跟古典就是不一样。古典之前练基础的时候，看得见摸得着，只要稍微训练一下，努力就会有进步。但现代舞确实像您说的一样，需要用脑子。老师，是不是我太笨了？石小春啊，你要是笨蛋，就没有机会进这个教室了。你能对世界多认识一些，就能多进步一些。你现在学会思考了，这就是好的开始啊。那林老师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帮到我们？哎，要不这样吧，你们俩周末啊，去看看哪里有打太极拳的，去体验体验，说不定能找到感觉。太极，可是太极和现代舞有什么关系啊？那关系可大了，太极啊，最讲究的就是把握呼吸和力道。我说这么多也没用，你们俩去感受一下就知道了。嗯，明白了。凌晨，你和于老师现在怎么样？还好，老师。你记住啊，一家人最重要的就是和和睦睦。也许于老师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但出发点都是为你好。哎，有什么话你说出来，憋在心里，那也会影响你跳舞的情绪啊。你说对不对？我知道了，老师，谢谢。怎么了？无精打采的。你想去喝一杯吗？走。哎，你能不能劝一劝于曼曼？嗯。她脚伤还没好，她现在去参加比赛只能是雪上加霜。不对啊。她说了，她脚伤已经好了差不多了，可以去跳舞了。之前林老师不是说舞蹈会演吗？嗯。我就想，邀她一起去排一个美女与野兽。可一开始排练我就发现，他脚一旦疼起来，连站都站不稳了，这肯定有问题啊！等等，你找于曼曼排节目？啊，就他虽然凶了点吧，但挺可爱的呀。怎么了？确实挺可爱的。那这么说，其实洪江阳他们都知道你喜欢于曼曼。嗯。哦，难怪他们这么生气。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出？你这木头脑袋，能想到才怪。行，那就我这个木头脑袋，可帮你劝不了于曼曼啊。别呀，哎，我说错话了好吗？我对不起你，哥。我道歉行了吧？哎。那这样吧，嗯，我跟你透露一个内部消息，保证石小春被你拿捏得死死的。那你先说来听听。最近呢，上海有一个现代舞团要来海城巡演，嗯，石小春一直特别喜欢，你要是能给他搞到票带他去，他肯定乐坏了。嗯，行吧，既然你都给我支招了，那于曼曼的事就交给我吧。嗯。曼曼，你怎么来了？于老师呢？他有事，我来陪你。我之前怎么没听说国八赛还有体检？新加的规则，走吧。医生，
你来了。嗯，这位就是你的朋友吧？对，请进。咱们不是应该先去抽血吗？你放心，这位医生是专业的。你们是哪位要检查的？这位。好，曼曼，你进去吧，我在外面等你。你跟我来吧。来，把鞋脱了，躺上去。啊，把他抬起来。姑娘，脚还能动吗？能。动一动。放松啊。这样疼吗？不疼。这样呢？啊！姑娘，你这是老伤吧？你说什么呢？姑娘，你的跟腱问题很大呀，我告诉你啊。你这跟腱要是不治的话，会有大问题的。曼曼，怎么样？你为什么要骗我过来啊？这根本就不是体检。哎，医生，情况怎么样？跟腱旧伤未愈，得赶快休息和治疗。短时间内啊，不再建议参加高强度的训练和对抗了，不然很可能出大问题。具体情况……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咱俩谁也别管谁。你现在是什么意思？我要是不带你来的话，你会自己检查吗？医生，你继续说啊。不用说了，我不想听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医生。曼曼，曼曼，曼曼，你干什么？你有没有听医生刚刚说的结果？你跟腱都已经伤成这样了，你怎么参加比赛？医生不会比我更了解我自己的身体，我知道我可以。你跳美女与野兽都已经疼成那个样子了，你还怎么参加比赛？你怎么知道美女与野兽？是肖布跟你说的吧？他只是跟我说你跟腱还有问题，特意拜托我让我带你来医院检查的。我跟你们什么关系啊？管这么宽？曾经我给你机会的时候你不知道珍惜，现在又在这假惺惺的对我好。曼曼，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跟你绝交，我们就不能好好的当朋友吗？不能，听懂了吗？该说的话我都已经说了，现在还要我跟你做朋友，我做不到。曼曼，那好，我们不聊我们的事，既然都已经到医院了，先把结果听完好不好？不用听了，就我们现在这身伤病，随便问个大夫，90%都说我们不能再跳舞了，但我都已经坚持到现在了。你不珍惜这个机会就算了，但他对我来说很重要。我拜托你跟肖布以后别再管我的事了。曼曼，曼曼，他的跟腱旧伤复发，医生不建议参加比赛。大概报名截止日期是这周日，他的情绪也不好，你看看能做些什么吧。报名的事儿终于搞定了，学校对于曼曼特别满意，这次呢也多亏了于老师做事干净利落。等我卸任了，有于老师在，这将来也绝对是有条不紊的。是啊是啊，于老师。主任，我出去一下。嗯，出去说。我们这边再安排两个老师，然后对接一下曼曼报名的事情。于老师，于曼曼的旧伤跟腱复发了，医生不建议她参加比赛。怎么回事？就之前天鹅湖的汇演，她的伤根本就没有好。如果这个情况坚持下去的话，我担心她的情况只会越来越糟糕。这件事儿，于曼曼自己怎么说？她要自己说的话，一定会参赛的。您不会再让她去了吧？去不去是她自己的选择。你为了当上这个系主任，连学生的安危都不顾了吗？你认为你的妈妈就是这样的人吗？我不知道。哎呀，小春啊，
你说这么热的天，你带我来逛公园干什么？你先别问那么多，跟我走吧。你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，到底要干嘛？我都说了，你别问那么多，走，就快到了。老师说，我们有时间的话，可以研究一下太极拳，说不定就能破解我们现代舞的困境。对，所以心动不如行动，我就找到了清风太极社，他们啊，可都是卧虎藏龙的民间高手，没问题的。收。好，大家休息一下。记得你昨天就来了，怎么对太极感兴趣？郑师傅，我们是海舞的学生，最近在排练新的作品，我们老师想让我们在太极拳中找些灵感。看完感觉怎么样？还行，就是觉得有点慢。慢，嗯，要不练一遍试试？我不行，他可以，他大学霸，特别厉害。我才看过一遍。你可以的，试试吧。那我就献丑了，师傅。没关系。动作还行，就是不得要领。那师傅，请您指教一下这个要领到底是什么。这样吧，我蹬个马步，然后你来推我，自己体会一下。那我就失礼了。所以说现在还不得要领吗？太极既是拳术也是哲学，年轻人血气方刚是好事，但是万事物极必反，做什么事情不要急躁，慢慢来，慢慢悟。我明白了，谢谢师傅。那您能再教我们一遍吗？我也是。好，来吧。好，跟我一起，重心下沉，跨步。谢谢。啊，累死了！没想到练太极拳这么累。都怪我们低估这个太极拳了。嗯。你跟于老师还生气呢？没有，我们两个人的事儿你不用担心。还是因为参赛的事儿？不单是因为这个事儿，还有于曼曼的事情。她的脚伤还没有痊愈，我妈就让她参加芭蕾舞大赛。这一切都是为了他的荣誉。我觉得于老师不是那样的人。傻丫头，你根本就不了解他。嗯，好啦，不说这些了，赶紧点餐吧，我都快饿死了。你呀，真是干啥啥不行，吃饭第一名。这人是铁，饭是钢。哎，你看你想吃什么？小春，嗯，我不是很饿，这样你点你想吃的就行。不会吧，我累得骨头都酥了，你居然不饿？你该不会真的是喝露水长大的仙女吧？你见过我这么帅的仙女吗？哦，我懂了，你是不是因为跟于老师还在生气，所以经济被制裁了？我没有。说实话，
就是我最近不太想花他的钱了。没事，在你和于老师和解之前，我来养你。那我就谢谢女大佬了。客气。等到下个月我的奖学金出来了就好了，到时候我再攒钱做一些事情。什么事儿？你应该知道这个吧？哇塞，我特别喜欢他们。我呢，本来想自己去的，但是我想，你应该也喜欢。咱俩真是心有灵犀。不过他们演出的票特别贵。没关系的，票钱我来解决。那怎么行？这样吧，我们两个设立一个爱情基金，然后一起攒钱买这张票。那怎么能行呢？不许拒绝，就这样定了。这是我们为爱情设立的第一个目标，我要亲自完成。好了，走吧。干嘛？我不想吃炒菜了，我们去吃隔壁的牛肉面。走。走吧。像困在阴雨天，像掉落海里面，风划过你侧脸，不再轻舞翩翩。我奋力大声喊，担心你消失怎么办？你要你不断后退，等我来救你，用温柔的力气站在世界边缘紧抱你，有你的舞台守护你，就算到天。救你，一起淋这场雨，陪你抹去疼痛的回忆，慢慢医好这颗心，远方灯火亮起，那就是你。